哎，方便吗？我们在录影嘞。方便，方便。你方便录个影吗？这里。哦，这里，这里，加强，往死里钻，往死里钻。好好好，要多久？要钻是不是啊？真的好舒服哦。你在施工，这样关就关了。我没有，好舒服哦。所有的女生都很爱买这样子的那种，不是电器小品，男生也喜欢吧？男生喜欢用真的用压的。不会，这个也很舒服。或者用手抓，我不会有感觉，哇，好舒服。必备，这个就是每个人家里一定要有一台的。对，还有女生家里还一定要有那个美腿机。对，台湾人超级爱美的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要赶快拿出笔记本来，因为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介绍家庭必用的东西之外呢，还有一些新奇的电器产品，你没有看过的，看了你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。没错，赶快去扫货吧。而且今天莎莎有带来一样非常厉害的东西，要这边跟大家来分享。没错，昨天开会的时候一讲出来，我就很想买了，很特别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国家他们的需求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想先问一下大家，你们国家或者是你们国家的家庭有什么必备的电器用品？一定要有的。它叫 thermal mix， 好像 thermal mix， 它是一个料理机。所以你今天你都可以这个机器在这边嘛，然后你就可以卖很多不一样的那个。但我有点不太懂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它可以煮一层一层啊，它什么它对它都可以煮，你可以加这个，你可以加这个，它可以煮，它可以烤。热对流。马铃薯，然后蔬菜，然后烤那个烤鱼是不是？对，但是它什么都会，你看它这个这些东西。饼干也可以。什么都可以。就是什么都可以。料理机啊。酱料也可以。酱料也可以。怎么可能？冰淇淋也可以。对 ，margarita 调理机啊，调理机也可以，它是同时也可以，同时做，它好像同时可以做几个，是这样的。龙哥，你有用过这个？对啊。可是这个在台湾之前也有上架过，嗯，不好，因为台湾人喜欢吃台式料理，嗯，这个做不出台式料理，太油，不是他没办法，所以他只能针对性的，可能德国他们适合他们的饮食文化，可能做那些什么烤鱼啊，就是简单的那些，如果是那种快炒锅类的，完全做不出来，所以他调理机。对肉也可以，但是我听说这里有做过，像台湾做那个麻婆豆腐，还有什么客家小炒，我听说这边有。所以那这样子一台的话，在德国是卖多少钱？它是好像那1300欧元左右，四万块哦，你那照片你看，哦，你们家也有吗？然后这个是我妈，她33年前就买第一胎，然后她中来换了2次而已，就是等个第一胎跟这一胎，因为是后来是最后一胎比较好，所以她有换，没有坏掉，所以这个没坏掉，这是旧的，很常在用。我妈每天在用，每天啊，寄在台湾是不是？没有，这个是我的，我也每天在用，对啊，对，就像猪笼胎，是那个我女儿的副食品，那时候我也是都是用这个，上面还可以那个用那个。蒸鲜，所以什么菜热对流这样？对，因为对，当然不能炒菜，但是如果你要用那个比较健康的菜，我都会用这个。你可以做面包馒头，也可以做面包馒头，真的对，可以用。你看，连法国菜都可以做。在法国也是没有一个店买，你一定是朋友到你家，然后就是这种卖卖，就是推销。对，可是在法国也这个每个家庭都，而且不是很便宜的东西，是不是很厉害？日本很爱喝啤酒的程度就已经是变态级了，对，就跟那个德国人一样，变变的。其实呢，日本人重视的是，其实不只是啤酒的味道，还重视这个泡沫的那个比例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呢，日本人对那个泡沫非常，啤酒那个泡沫非常讲究，所以呢，发明了一个商品，就是啤酒
打泡器。哎，这个是只要有那个罐装的啤酒，哇，然后就把它灌在这里，是，然后就倒就可以使用的。好，那我就请阿福做示范一下。请阿福，刚刚没有打开，怎么就把那个弄错了怎么办？当然有用泡泡了，有有有，然后呢就装，然后呢先倒。就是倒一点点出来，它才有里面的空间，对不对？不用按，不用按开始吗？先不用，还没啊。先不用。你这个手法真的很专业，杯子还拿斜斜的。对。然后呢，就要打泡沫的时候，就按这里，就是这边有个按键，后面有按键。哦。好细的泡泡嘛。哇。还有声音，还有声音，你们。还有那个声音。我会听它声音。没有音效就对了。啤酒倒的声音，这样子倒的啤酒呢，特别好喝。对啊，那个泡沫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喝看看，就味道不一样。泡沫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对，德国啤酒没有这么多泡泡。本来是有环境，喝超大口喝得到吗？你的胡子上面会多泡泡？我问吗？还没有感觉。胡子有了，怎么样呢？就是泡沫就细致，就特别好喝吧。为了我们两个国家的，你不是说很好玩？哎，这个东西好，这个好，这个。你看，可是我觉得，啤酒有泡泡那个 feel 就是不一样。对，如果啤酒冰凉，没有泡泡，喝起来又不冰，看起来真的很苦。很单薄的感觉。对，有泡泡就是要加分加分。那个要用电吗？那个用电池哦，电池装电池，这个机器多少钱啊？一台？这个机器大概台币300到400，好便宜哦，就没有很贵吧？对啊，所以就这是也算是日本的生活必需品。这个是好专业的气泡水吗？这个是大理做手工啤酒的机器，最近在韩国爆红这个机器。这个是他们专门卖一个 capsule 吗？对，胶囊咖啡那种。对，那个放在这个机器里面，然后等3个礼拜。3个礼拜，久了吧？三个礼拜，可以了，自己做。你们讲错，他们很奇怪。要有耐心，要有耐心。对，3个礼拜。所以你们觉得3个礼拜不会太久吗？对，可是这个蛮贵的，蛮贵，大概台币10万块。啊？是吗？哎，可以买一年的啤酒。10万，对，你3个礼拜。可以做出多少几瓶呢？是蛮大的，这个蛮大的。七天吗？不知道哎，因为我没有钱，所以。它多大？它这个机器多大？好像大概这样子。哇，那蛮大的，好像空间呢。对。如果你真的想不想这样的话，会不会是那一个，然后后面接了一个桶子，然后管子接上去，然后你这样压就有了。那因为一般的居酒屋就有这种，对对对，很方便。没有了，打电话他就送一台生啤酒来了，拿妈秘鲁了，好了，对对对，没啦，没那么没完没了。这个是韩国的新的小物。印尼就是比较不一样的，跟吃的。你这是什么？让我先猜猜看。猜一下，猜一下。多大台啊？上面有写 power。power 变电器哦。又有插座，变电器。插座。这每个人家里都有吗？电头几乎都有。发电机。都有好几台。发电机不是，是变电器啊。变电器。变压器。因为在印尼的电算是比较不稳，它会。可能会瞬间跳高，对，要把家电弄坏，对，所以那一些家里的电器寿命会比较短，所以这大部分就是人家在家里冰箱啊、电脑啊等等，就是比较贵重的一些电器，他们会需要这个，先插进去这个，从这边再插进去电源，哦，这样比较安全，比较稳，对，所以几乎每个人都会需要。这个大概多大台啊？这么大台，哦，那还蛮小的，对，家里一台就够了吗？还是没有，因为一个机器，电脑就一个，冰箱就一个，然后什么就麻烦，贵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装在总开关那里？因为不行，这个它有限制，差不多在220瓦，可是这个也不贵啊，就是差不多200。哦，200块，200块，那还可以。好，那因为我今天呢又带一个东西来，莎莎厉害了，今天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一台。
台吸尘器。怎么了？因为其实我本人非常的懒惰，就是不想扫地的时候扫完又要拖地，所以它是吸加拖一起的。然后呢，它很棒的是它可以加，就是漏水出来跟不要漏水出来，所以你可以看。但我这个有弄湿了，那像今天这边很脏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啊，来来来。然后它可以再加强。哦，好干净哦。吸上去了，它吸上来了，它吸进来了，哦，而且它可以依照每个人身高去调那个高度，哦，你吸吸看，会不会很重啊？所以它可以做，对不对？没有低啊，对啊，它也可以做，哦，是不是很不错？哦，对啊，一边吸，哦，哇，吸进去，而且它有附两个那个，小声一点好了，它有附两个那个布，一个是强力脏跟一个普通脏。像那如果我现在加水怎么办？现在已经在漏水，因为它这边有一个水箱。那如果你不要一直水漏出来，你就按这个。哦，就把它关掉，就哇。所以这个时候是有吸引的功能。没有，一样有在拖，它会一直转。这台借我带回家，我下个月再还你。而且它那个头有布三四个。哦，它头是这种的。哦。对，它这个其中一种，而且你看它转的样子就感觉很不错不错，很好吸。你看。不错。对啊。你看。擦地是不是很棒？怎么感觉很像在擦皮鞋的？真的超棒的，我真的很喜欢。但有一点点贵，但我觉得很多少钱？可是我觉得值得啊。这一台我记得我那时候买两万多，两万多有一点贵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。哦，对，还不错，推荐给大家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对，好，我下个月再还你。好的，好。介绍那个我觉得算是比较新一点的东西，就是吸加拖两种，所以想问一下各国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或是有趣的呢？其实大家有应该有经验，就是房间有很多，就是房子里面就自己家里有很多垃圾，到处都是外面的垃圾，房间都会一坨一坨卫生纸，就考试啊，纸，车子里面都在往那边，看你们往都这样啊，卫生纸。这样揉一揉，就到处丢一坨一坨。没错，这样的话就家里做满满的那个垃圾桶啦，但是这样子也不太好看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只好要减少那个垃圾桶嘛。所以发明一个超大的，是超大的，房子不能发明了，就要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的。一个很棒的那个机器，是遥控器吗？哇！会跑的，可以跟小童，可以想要过来吗？对，可以到面前。这个晚上如果门打开，有的时候晚上没办法，你会吓死。超棒，而且它盖子为什么不会掉啊？对啊，它卡住啊。哦，对，你看卡住，而且这个可以伸缩哎，是可以伸缩，跟缩小哎。所以呢，有了这个的话，就为了走垃圾桶，你哎，那下面就是一个车子过去了，下面就是一个车子。很棒吧，这个很棒哦。这个也可以，真的不爱运动掉这个脚步。美国人才不爱运动，好好，所以在美国就卖的话，一定是好卖啊。这个好，不错，这个不错，就是这个破，看可以让他跑一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这搞破，这脚步过来，过来，来来来 ，come on。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放零食，你就突然间沙发上想吃东西。真的好爽，真的，它应该还要冰，还要有冰箱的功能就更好。哦，对对，冰箱，冰箱，它下次可以。它是吃电池的吗？还是充电的？啊，是，它是吃电池，吃电池就是要装电池啊。这个喜欢会很贵吗？这个是台币大概300到400。这个是在日本上网买到，对，在日本真的日本人真的会想到这个下面如果加那个吸尘跟拖，应该对，对，或者可以吸狗大便，你就不用去捡了，真的，对，就可以了，很厉害。好，你可以请他出场了吗？真的，好，谢谢。盖子还没，盖子要装回去再来。送的是送的，哎，这个不错哎，这个是是是，所以我觉得好像生活中很多很多时候很需要这种东西。他的牌子拿回来，所以就他就收起来，这样子不需要的时候就。这概念应该来自于小时候的遥控器。你去国外的时候呢，还是要带他一起去的话，那就就这样收起来。你去约会呢，或是你酒吧去，你要还是可以带的。你去约会，约会，约会，我要跟你一个带个垃圾桶。
同一起约会的。可以的，这样子可以。可以那个啦，那个放收起来，放那个小狗的饲料，有没有放进去？然后烤给小狗吃。对对对，可以练小狗的活动量，很酷哦。这个很棒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美国有什么新东西吗？因为我很喜欢，有时候就是逛那个那种就是网上的那个募集网站，就是人家发明新的东西，然后他会在那边是请你捐钱给他，然后你捐钱给他，有时候他会送做出来。所以我前一阵子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。啊？让我们猜猜看，这是手电筒、水壶、喇叭、保特瓶，可以拉出来，拉出来干嘛？什么？空气清新机，那个太阳能板，是什么？是太阳能板，太阳能板，然后随身电源，它可以充电的，它你可以随身带，然后它当然如果你没有太阳的话，也可以用线来充电的，可是也可以，如果你去爬山，然后发现没电，你就把它拿出来。好厉害哦！它很棒，是因为这会很重吗？不会啊，很轻哎，真的假的？很轻，这个看妈妈看，比真的 Power Bank 还轻，这是很环保，很棒。对，它可以一边充电，然后一边把电转出去，转，所以它其实也还蛮。其实这个技术好像可以用在电动车的车顶上面。这以前，其实以前很久以前，中国就有这种东西。真的假的？可是会不会很容易坏掉？是天成运，地造业，跟着顺风的郭彦均，赶快把那个拿回来，一停。真的，你们像，原来像是那边来的。哎，这个发明真的对地球是非常好的。这个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充满。我上一次去韩国的时候，我去釜山玩，那在饭店，我的房间里面有超级棒的一个东西。那我们边看影片给你们看。好哦，可以播。可以播，可以播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保险箱吗？像一个柜子，但是是一个那个烘干机。哦，烘干机，你就可以把衣服放在里面，那可以烘干，可以香香，也可以烧。这台我家有哎，真假？我家有哎，对啊，超厉害。是它那个，它这台还不错哎，这台蛮好用的。对对对。而且也可以把衣服那个烫印，对，烫印衣服。而且它那个门那边还可以夹那个裤子，对对对，夹西装裤。这好棒哦！这个非常好用，加油！设计你们太有钱了。到底怎样？到底现在有钱可以买这个放家里？那个很多人家里家里啊，哎，很多人家里都有。请问一下在场的人，谁有这个东西？没有，要像冰箱那么大。像冰箱这么高是有，对啊，可是它只有这么窄，它这么窄而已，它也要有空间啊，家里要大，那个几万块要啦。哇，不是因为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有时候目前为止买得起那个垃圾桶而已。按摩器带你上天堂，美国人演技好浮夸，很舒服。我没事，我也会用。凯莉好像妈妈在帮女儿穿的。凯蒂，你不是不喜欢按摩吗？对我来说，这我从来没有被人家这样子按摩。称兄道弟吗？想和我们分享故事吗 ？WTO 姐妹会在找你们。只要你是住在台湾的外国人，赶紧拨打报名专线02-2650-6340。它也要有空间啊，家里要有大，那个几万块要啦。不是因为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有时候目前为止买得起那个垃圾桶而已。这里面还有他们有放那个好像是个香水之类的，因为我们去餐厅那个外套都臭臭的，韩国人就可以放一点拿出来，就是很香，好喜欢。就是郭老板，他要擦。还要扎一条接水的线嘛，不然你说它有蒸汽？没有，它下面有个那个水壶可以放。哦，加水。对对对，好累哦。对啊，好想要。好，那我们要请马克帮。
帮我们介绍一个好像也很厉害的东西。哎呦，身为一个专业 YouTuber， 当时呢看到这个东西，马上就被烧到了。因为 YouTuber 一直要想，就是我的影片可以拍什么嘛。对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很常喜欢在网络上面看人家就是集粉丝。我也喜欢。集粉丝，想说，我以为你拿那个是要电烧的。没有没有，就集粉丝。然后那集粉丝，他那个镜头还有那个是怎么拍的？然后就发现就有这个东西，这个可以现场用吗？集粉刺，那叫集粉刺，它可以换头，换头就是集粉刺，然后也可以探勘到人体里面你看不到的洞里面，你就照成，那你可以给我挖，你说照胃镜啊？好好好，他耳朵，耳朵可以，你想看吗？我很想看，我很想看，你想看？好，要小心哦，那好刺吗？哎呦，会在那个荧幕上出来吗？对，要小心，要小心吧，会不会有？会有电吗？不会，电就啊，怎样怎样？干净，借我看鼻子，拉干鼻子。你不是湿耳朵，对，你不是单耳，嘿嘿，对。旁边是头发，哎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，是还可以深入到里面挖耳朵，对对对对。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？是内诊，鼻孔、鼻孔、鼻孔、鼻孔都可以。其实它就是一个放大镜而已，就是显微镜而已，对啊。然后那个头可以洗，可以换，可以洗，可以换。然后它就是有 app 跟就是接电脑可以录影，所以就变成影片。医师，你可以听一下。所以说它只要插 USB 就可以用了。没错，这支笔厉害。对啊，这个在哪里买啊？网络上就有了。多少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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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问啦，你那一台可以买超过600多万，是吧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几百块而已。对，四五百块而已。真的。帮女儿掏耳朵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。不要，女儿，你要戴进耳鼻喉科，不要。好，对。好疗愈，那个真的很疗愈，很不错。OK。然后接下来还想要问大家，就是其实有一些电器或是有些东西，你们会不会是到台湾人家才看到哦？有这个东西，在世界上有这个东西，不可思议。你们觉得不可思议？我是在台湾第一次看到是那个除湿机。哦，除湿机很重要。我们在奥地利不用，因为空气是很干。在英国不用。对啊，我们没有这种。那凯蒂你呢？台湾人都很爱用，而且今天已经用过的。什么东西？用过？什么？这什么？啊？这个电视可以播吗？看不出来你是这种人。不要乱想哦！不要乱想。这是爱心的另外一个。这有电的吗？有啊，有。可是 K D 不是不喜欢按摩，我不喜欢按摩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妙，舒服有到点吗？哎，这个是台湾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应该不是在那边，你自己就可以用了。不求人，不求人，不要乱求人的啦。怎样？就是个技巧，它才会发动。可是这个试用看看。这个就是我前一阵子我要回美国，然后我要去见我一个美国好朋友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要买一个很代表台湾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去了一些店，然后就看到了这个红鹤按摩棒，然后我就觉得好棒啊，然后他拿我送给他，就说快叫回，对不起，这个是要用哪里台？很变态吗？然后就说。健康想就好了哈，对，然后他就觉得哇，台湾真的会买这种东西吗？我说台湾到处都是这种东西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是那个什么低头族，其实对颈椎非常肩颈啊。我觉得这个适合那种定点很酸的人，他可以专攻一个穴位，这样钻它。这已经好几代了，最早第一代是一只海豚，哦，你来弄是海豚机啊。以前最流行的就那种手持的按摩棒，就海豚机嘛，然后来就有各式各样嘛，然后现在就是它这个鹤啊，红鹤，现在有最新的什么什么，像我们这种运动员最需要的棒球，打棒球，对对对对，现在有最新的，非常最新的这一种，这是什么急救包吗？按摩的东西，这什么？是你生活喜欢用的吗？按摩哪里？怎么了？你跟老婆一起用吗？会一起。这样好吗？这样好吗？舒服吗？我先帮他，他再帮我。这是什么？提升了，哇，很变态！我先拿他的那个，他有很多配备，好，这能播吗？
哎，这不能摸吧？如果你还有阿福，哦。情趣用品阿福，好像那个收音器啊。OK 的，对对对对对，雷神。然后他这里下面有开关，那你帮运动员按下，打开，然后他就自己就会亮了。亮了之后，我就它是触控式的，这边好了，我就按一个，然后它开始。这边，来，它肌肉会痛，对不对？哦，酸。哇，很深层。这个是第一节，它总共有四个节，这很像打洞机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在加强。撑住，第二段。哎呀，两层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好用。第三段。哦，声音很大。舒服吗？这个是不是很多运动员？运动员级，对，运动员他不打篮球还是什么，他们会自己这样子。对。然后运动员都用到最高最强的。这个我们这线公司也卖，我们卖很多。很多。这个非常好用。对，这个我们张张穿这策法也会用啊。那你敢用吗？我不敢，我很害怕。你擦擦用一下好了，为什么？我的背很酸。擦擦最近你背，我先用第一集好了。好，哪一边？这边吗？这边。膏肓的地方。哇塞，好舒服哎！我有上衣带给我爸回去放过，然后他每天在用。像我每次用，我跟你说，你回去用脚。脚力气不够，这个就好用。哦，脚腿超舒服，非常舒服。真的。最近我看到一个，我那个。什么呀？非买不可，非买不可。好变态哦！好变态哦！这是按摩胸部的，很舒服。这个叫给谁用？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产品，按摩胸肌的，台湾的。女生用的，谁要？这女生用的，哇，是女生用的，是女生用的，真假啦？那你自己，你这样会太害羞啊？真的吗？很舒服，我没事，我也会用。要注意。专业的带，对，调到说，你看他扁掉了。等一下，有吗？凯蒂好像妈妈在帮女儿穿的。第一次穿，教女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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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，你自己按，我不敢，上面那个，自己调就好。是干嘛的？它是间歇性的按摩，是震动的还是会震动的？它是促进血液循环吗？我不知道，它是扭的感觉还是没有？噔噔噔，这好像不错哎，没有人这个不错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，它是震动而已。你知道这个谁最适合使用吗？谁？就是我们哺乳的妈妈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哺乳妈妈我们会胀奶，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就是不要挤奶，你挤不出来会变硬，我觉得就可以用。我们就想该怎么办？凯蒂，你不是不喜欢按摩吗？我来说这个，我从来没有被人家这样子按摩。自己是吧？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台湾第一次看到是那个会发热的马桶盖，谢谢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我在高雄的时候，我老婆买的，然后我回来的时候，晚上免治马桶，那就是很热，对。然后我晚上我要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就裤子脱下来，我坐下来，我说。我没跟你讲，我买那个加热那个马桶盖，我说现在是夏天呢，外面三十几度，里面是没有，也是，你怎么说怕冷气会冷？你们都好疯狂啊！这什么？这个翅膀，让他猜猜它是干嘛的？这是肩颈的吗？屁股坐垫吗？这我真的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它其实呢，就是让你不用再深蹲了，你把它贴上去，提臀的，贴在你的屁股上面，然后它就会用电疗。你看它这边有电，然后帮你呢深层的，然后就是有没有？
里面的肌肉那个筋膜层，然后帮你呢训练你的那个筋膜层，你屁股慢慢就会提起来，就把你屁股拉起来。对对对，所以它就是很方便，你就是这样贴在你的屁股上面。那它也会震动吗？还是它是电疗的概念？你就是这样子贴，对，有没有洗完澡你就这样贴着，然后你就按开关，它就会有那种，就是有点像我们电疗机那种，有没有低周波那种感觉？就是懒人的那个练臀的方法。提臀机，对不对？这个很贵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并没有很贵，2980的日币，很可以。2980日币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这个呢还有出男生可以用的，就是腹肌的，就你也是不用练。这个我就有看过了，这个我看过，贴半块的那一种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它也是用这种低周波电疗，你就是贴在这里，然后它会这样动。那接下来想请大家推荐一下你们自己爱用的电器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觉得很好用，你自己喜欢用的电器有什么？我最近很爱用一个剪机，然后它是在台湾超红的，就是这一代是这一代，可超香的，超级一定要买，改变人生，改变人生，一个家庭一定要有一台，一定要有。而且你这个颜色好可爱，超可爱的粉红色的。然后这怎么弄啊？我今天有带料理，所以我会一边做，然后一边剪。太好了，我们今天有。欢迎拿着这个，你放进来。好，谢谢。我今天要少一点，因为我们这样时间就不用那么久，我们今天做剥皮软丝。剥皮软丝，对，那其实这个机器我觉得非常好用，而且它的操作非常简单，就是我们只要把食材放进去，然后你们看。它这边只有温度跟时间，很简单，超简单。像我们三 C 白痴，如果太多，我就觉得好可怕。对，而且它很贴心哎，上面有一些你做其他料理用面包啊、鱼啊什么，还可以烤蛋糕哎。对，还可以烤牛排，还可以烤吐司，牛排超棒，牛排啊。像我们家每天到晚上吃宵夜的时候，就会用这个来弄那个炸鸡，哇，好快！所以你会一天到晚大卖场，我觉得这样可以，因为大卖场卖的东西就是这个。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油，好，这样。这真的很少哎，真的就叫拉面，比如气炸锅，这是标榜那个啊，不用油。然后我们是设定十分钟。它这一台如果像有一些像鸡肉、猪肉，本来里面有油的东西，其实我们加一点点就好了，还是可能甚至根本不用加。但是像蔬菜，因为它里面没有油，所以一定要加一点。对对，加一点点油。而且我们要注意一下，就是。要发盐碱比较高的油，就像我这个苦茶油，对，发盐碱比较高。对，然后像这一台，我觉得它很棒的是，就是它加热很均匀，就是它不会像有一些。可能你上面已经熟了，但是你下面还没熟，是它可以调节哦。这边有好多温度可以去看，而且它会附一个食谱书哦，对，所以其实真的很方便。这一台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大小哦，很小很小一台，所以我觉得像台湾有些厨房根本很小哦，对，真的不占空间，而且它真的很轻，对，所以像女生还是像我们家只有两个人，就是真的很方便。而且你在家里如果用那个瓦斯炉煮菜，整个家里都会是油烟味，但是完全没有油烟味，完全没有。而且它虽然叫是气炸锅，但是里面的东西完全不会有，真的。像我们家那个薯条啊、鸡块啊弄出来啊，那个几乎没有油，没错，完全没有。它简直是脱油把它脱干。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也是很好，而且我发现现在网路有一些优惠，所以真的很。人人家里迟早都要有一台的，一定真的好用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减肥的人或者想吃健康一点的人，超级适合。而且可以放着，然后去忙小孩，你不用去顾油，对，不用顾油。健康美食轻松做，气炸锅料理上桌。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它没有加盐巴，所以其实还然后放进去就好了。好香。就是那个啤酒准备，啤酒准备，先出剂，先出剂，对，啤酒准备。
OK， 然后我们时间有一点味道了，我觉得好像可以加嘞，三四分钟。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是很简单，可以随时拿出来啊，随时拿出来。哇，有点熟了，你给信狗看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加东西，对不对？加东西，好，加一点葱花。这个就很像在外面那个吃那个热炒店的，很有 view。然后呢？我等一下，我觉得你们加辣椒，你们没办法卤下去，因为真的会很香。对，好辣哦！OK 的 ，OK 的，蒜头，好辣，喜欢吃辣，蒜头一定要的。我觉得这个就算是我们这种不会煮菜的女生也可以，因为它设定非常简单，时间你要吗？就是有一点搅一搅，你说搅拌一下，搅拌一下，像咸猪鸡要起来之前。确定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它没有加盐巴，所以其实还 OK。对，那就软好了，然后继续，对，继续，然后对，放进去就好了，它就继续自己继续，有还有继续了，有还在加热，好香，有一点味道出来了，有，棒哦，超棒，有味道了，有，你来我这里，对啊，你来出风口，快点，小心啊，距离哦，好香。就是热炒的味道，那个是三热口，那个啤酒准备，啤酒准备，啤酒准备，快快快，咸酥鸡，对，啤酒准备。好，那我们等他的时候来看一下 Q 蛋，欢迎 Q 蛋。好，精彩了。好，我从日本带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香槟。大家应该喜欢去咖啡厅吧？喜欢，所以我也喜欢去咖啡厅。但是呢，在咖啡厅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个就是就去厕所的时候，那你把那个电脑呢，这样怎么办呢？对，电脑还有那个书籍。对啊，带进厕所又怕会湿掉。对，会湿掉，而且位置就不见了。对，位置就不见了，所以呢，就只好就电脑先放着。所以你要就赶快去洗手间嘛。所以你要准备成人尿布是不是？我还没那么大 ，OK。所以呢，我就发现了啊，就找到了一个很棒的那个商品。之后呢，就不用担心咖啡厅就去洗手间。这个就是这个防盗器，什么？这个是防盗器，这个是跟那个用手机，然后呢，手机里面有软体，我知道你密码了。对。先下载软体，然后呢，打开软体之后呢，之后就开启。是，现在发亮，发亮了，发亮了吗？你把它就放在你的电脑上，放上面就好了。然后呢，你就 iPad 也可以，就是就主要就放在上面就好了。所以呢，拿着这个手机就可以去洗手间。那如果我把你的拿走的话，它会叫吗？还没。他就绿色嘛，就是一段距离，绿色是安全距离。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呢，他还没，还是绿色，门口，还是绿色。你再出去。一楼。这是谁？小偷比防盗还邋遢，美国人突破盲城。用力移动啦！不是的，你要拿起来。啊，对的。这个东西当然是慢慢的。哪里小偷？你这样偷到什么时候啊？小偷就懒了要走了，小偷那边这样，你就把它放到旁边，然后就带走了。对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，这个我们就放进来这里，丢掉。是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吗？只要你敢说敢秀敢爆料，诚挚邀请你加入 WTO 姐妹会，赶紧拨打报名专线02-2650-6340。离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？够了吗？
还没，还是绿色。门口门口，没有啊，还是绿色。你再出去，你再出去。一楼一楼。这空间可以开。变红了，那我可以变红吗？对，红变红了，这个是就是警告模式。哦，那我动它会怎么样？有人把它都倾斜，就会它有很大声的警告声。那我看，它会不会电人？没有，你不要。我们挑战看看，不要让它叫。倾斜一下，倾斜一下，倾斜就 OK。小它就移动，要移动了，移动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用力移动啦！棒！没有叫哎。不是的，你要拿，就是拿那个 iPad 来啊，对的，没有，我想试试看，我是小偷，怎么样？偷东西当然是慢慢偷。啊，你小偷，你今天要偷到什么时候啊？偷到他来抓你哦、喔！你有这么笨，小偷，小偷就懒得要走了，小偷那边这样，啊，他都已经练完回来了，你以为会不会当小偷啊？不可以拿，你就把它放到旁边，然后就拿就走了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笨的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好，这个可以自己放进来，这个我们就放进来这里，丢掉，丢掉，哎，真的好，我没说，我下课。我觉得你这个概念很好，可是你可以再找一个更厉害的吗？你这是防君子啊！如果真的小人，好，你进去，你裤子一脱下来就叫了，你也来不及了。而且你没有穿裤子。重点是小豆会被吓到，所以就他会跑。小豆会被吓到，手机闹钟响。对，对，就是靠近了敲他就。我要是小偷。我蛮喜欢那个东西，我把这个偷走。好，失败，谢谢，好，失败。欢迎下一位，还是比较好。来来来，软丝软丝，应该好了吧？这个服可以啊，珊珊一起来吧。有听到声音了。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看，等一下，睡，换一下，搅拌一下。是，拌一拌，让它出来出来，整个倒出来，让它出来好了。哎，赶快来吃哦！来来来来，一起来。王宝，米秀，看好不好？软硬度刚刚好，很嫩，好喝。因为这个很难煮，因为煮酒很容易老。老，对。非常好吃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好吃，接下来是每个家庭都一定要有的。你现在不买没关系，迟早也是会要。没有加盐呢。非常好用，连辣椒的那个脆度也刚刚好，对，好吃，有灵魂的一道菜，喜欢喜欢。然后我们聊着聊着，凯蒂就穿起外套，你会冷，会冷，胃滑，准备回家，你要回家了，没有没有，我要推荐这个东西呀，防弹背心。这个衣服你不要小看它，这看起来很一般的背心，有什么特别的设计，让人一穿就爱上呢？今天要学什么？就是怎么说，我要买来回票还是单程票？那我们先，学一下俄文怎么说。我要买票，就是 я хочу купить билет。这个 билет 就是票的意思，所以不管是飞机票、火车票都可以用。那我们如果是说来回，来回怎么讲？就是俄文 туда обратно， туда обратно。那如果是单程票怎么讲？就是 в одну сторону， в одну сторону。Я хочу купить билет туда обратно。Я хочу купить билет в одну сторону。很难，我知道，大家辛苦了，加油！你不要小看它，因为它这边阿公阿妈的，它有一个电源，电源它有一个按钮，有这个都有开，开着，手放进去你的口袋，它就会发热。它是这里，你买了衣服之后，你还要另外买一个随身电源。
它是插电的，它插这个学生电源，然后它有不同的热度啊，它可以可以借我穿穿看吗？好，这哇塞，这很方便，它可以放耳机，还可以放小东西，这应该很气，这件应该对，它是温温的，它分两个地方发热，这里还有这里有热哎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像骑车的时候就很适合这个，因为后面的人就可以插进来，女朋友可以，对，就不叫女朋友就可以放进那个，对，它有三个，它有低温、中温跟高温，还也可以选择要只这边发热，还是这边发热，还是两边都发热，这个可以洗吗？可以洗，它可以洗掉，它出来对。然后它也有不同的衣服，它这个是背心，它也有外套，我另外也买了一件 T 恤，对，它也是怕热的。它这个按钮只有一个，因为它只是上面背这边发热的。可是，一样，你也可以自己选你要用的电源，学生电源，因为那个比较大，这个比较小，都非常好用。而且我这个觉得很适合单身的女生，因为感觉现在后面有一个人一直抱着，那个温度在我背后，你知道吗？姐的温暖自己给，真的非常方便。超爱用，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，真的，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真的不介绍不知道。有些东西虽然没有用，可是看了也很疗愈。没错没错 ，OK， 谢谢大家分享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